哇哇，杨杰同学有掌声哦。所以感觉上名字是两个字的，就是艺人的 feel 呢。对，名字三个字就没有这样有 feel 的。大家晚上好。哎，杨杰，杨杰这位学生呢，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。真的吗？因为杨杰他本身呢，他不是这边他在新加坡工作，他在新加坡工作，然后他每次来上课就是即使休假就来上课，一有休假就来上课。而今天呢，是我上一堂课的时候跟他说，真的。哎，杨杰，我这个星期六有表演，你几时你有没有空过来？你有空你就过来。他讲他哪一天，这样我不是要请假，然后隔几天他就跟我讲说我已经拿了两天假了。哦，为了表演不时休假，你看是不是？掌声。可以，谢谢。是的，来啊，嘿，来这个麦，稳定很多，但是距离有限。是的，但是这个声量很大。Hello， 会有一个叭子叭子叭叭叭叭叭叭。Hello， 哎，我们用那个吧，那可能我们要声量再调大一点点，调大一些些。然后杨杰呢，今天他也是很紧张。今天的大家都是新人，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处男，另一位处男。处男秀，不要想多，想多的就是你们有问题。来，我们的杨杰今天要唱什么歌呢？我怀念的这是一首孙燕姿的歌，而林俊杰在天籁之战，还是不是天籁之战，梦想的声音，梦想的声音的时候唱的版本，是吧？来，我们请掌声来鼓励鼓励我们的杨杰一下，欢迎他来演唱这首我怀念的。失去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天星空紧紧的右手，取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？可是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？我敢相信你很爱我，不言语敷衍我，还是明白太折磨了，让 baby 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
手的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忘了？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，我怀念的是绝对炽热，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，求我原谅，抱得我都痛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看见汹涌最美的烟火，最长的相拥。谁要走我的心，谁忘了那就是承诺，谁自顾自的走，谁忘了看住我，谁让爱变沉重，谁忘了要给你温柔。你的冲动，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太爱了，所以